是讲意识啊，无常吞噬人命短暂，这是自然法则啊。所以，咱人人爱把握时间，时间这么紧都在咧过，不管你是百岁也是同款的。第四人累积啊，何况人生是无常，所以咱一旦把握生命，利用时间来累积一切道业，这是真重要。每一天啊，咱对人事物啊，每一项都会当，予咱促进就教，好感触到这个境界，咱呢，都亲像伫咧接受教育同款。所以啊，时时爱用心地日常生活过日子啦，定来讲他嘛、亲嘛、妻呀。牛齿是一个真暗的物件，使咱的无名气吼，惹败了咱的智慧光明。那所以咱会当通破敌，这个牛齿的暗，咱那是该破敌呢？就亲像讲电话里那些，乌布去改遮的坏事，那都暗去了。这个乌布呢，咱也该离开啦，该突破起来，哇，电火光啦！所以，不管咱伫过去生啊，有偌尼真多诶日子哦，或者是过去呢无数，咱都已经开始无明暗白啦。只系咱现在呢，一旦开发了迄、那个智慧起来，自然啦、啊，这暗呢就消除啦。所以咱来一旦呢，甲黑暗啦、啊，就第二根啦、灯啦、啊，咱呢就一旦立足见望，这个见呢，实在是和咱真多呢一烦恼，咱。日常的生活中，境界不正啊，真容易呢，下低下见啊，真多真多呢，不正确的境界呢，在咱的咱的生活里，对着咱的生活，对人事物利甲烦呢，都是甲咱定调嘞，吼、哦，都好亲像呢。一个梦同款，把咱梦掉咧，所以咱应该呢，都爱立足见梦，立都是破裂，咱把这个梦呢，该突破，该破裂掉去吼。在大海中。一尾鱼，一尾大鱼呢，好亲像鱼王同款啊！每一工都是带着鱼群，伫这大海悠悠自在啊！有一工。阿姨的人看到一群的鱼群，那用到一个真大的网啊，一个都给扒去了。大鱼甲伊的鱼群呢，知影已经呢落网啦，鱼人啊！赶紧就把这个网呢收完了，
这个梦一直缩，一直化来，这鱼就真正的挣扎。鱼哦，伊的灵机一动，就把头啊栽对土里落去。用伊的鱼叉啦，去解突破鱼的网。伊按一力去解挂断啦，突破了鱼的网。虽然伊鱼受挂来时，但是迄、那个梦话，鱼仔拢会当好脱梦啦。但是即尾大鱼啊，伊按拄伫迄个土底里嘛，就牺牲啦。毋过是救了真多呢。一起咱用了一生一世安尼专心入道啦，咱唔只是干那要修，对啊，了解道理，咱也要搁再爱深入灵魂，咱爱要家己自知，咱爱要个素人知，咱要爱自觉，咱要个素人觉啊。所以，咱爱用真多的时间呐、啊。但是呢，这里正多的时间日久啊，年长啊，那安尼当然要付出的真多吼。所以啊，牺牲一世人。无听到，咱会当以身作则啊！啊，不只是身教，不止言教，还个身教，也都还个身体力行啊！咱呢，要甲所知所见啊，所解所行啊，咱会当呢，安尼，互普遍的人了解，所以咱应该呢，都是爱不顾。切吼，就亲像迄尾鱼呀，要安怎样呢？会当突破迄个网，就亲像咱人啊，要安怎样呢？才会当把这个下低下贱啊，人我是非啦，咱拢会当真正的清楚。当然，这咱爱用真多时间自觉觉他吼。立足见梦啊，嘛是真辛苦，就是这么这无简单，所以才叫做修行。就是这么无简单啊，才有法度呢突破了五气呀。因为咱大家人拢总是伫这个欲界凡夫地嘛，除了这个欲界凡夫地呢，那这个欲啊。实在是足诱引人诶，处处陷阱呀！无有一项代志呢，无伫咧迷惑人；无有一项诶事物呢，不是伫，毋是伫咧甲咱诱引人。这叫做欲界。所以咱要修行呢，咱来不断生出忏悔、忏悔的心。咱若有忏悔的心嘛？洗净了内心的无明啊，无明洗净啦，那慧光都会显出来吼。那呢，那人人的本性啊，清净的本性都会当出现。清净的本性出现呢，咱对人事物啊，自然咱会清楚。所以各位。咱要真心去了解
修行啊，爱伫这个欲界中，一切欲你那拢总脱下破了后啦，那佛在人间行嘛，所以呢，咱应该啊把握人心啊，好好来修咱的法啦。人心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呐。那闻了佛法呢，咱都爱好好行住在住啊。佛陀呢教育咱呢行菩萨道，所以咱日常生活中啊，必定呢爱在菩萨道中精进。